煎的金黄的鸡蛋香味四溢，来自韩国的神父准备了这道韩国传统新年必吃的年糕汤。长寿跟健康跟开始新年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新年的早上一起吃这样的东西。农历春节就要到了，慈大华语中心举办异国美食飨宴，有来自波兰、印度、洪都拉斯等16个国家48位学生一同分享各国新年的传统习俗及道地美食。今天是他们的绘画课，那所以我们让他们一边可以练习他们的中文，一边又可以享受那个新年的气氛。我第一次做的，对我是很特别，在这里我可以学怎么做别的饭，还有可以跟别的同学练习中文。不用空运来台，学生运用在地食材就可以做出十几道异国料理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以食会友，仿佛一个小小地球村，学中文也认识不同文化。大爱新闻谢宇昌温国家花莲报道。